大家都好期待呢一场波噶啦，唔使等好耐咋，两队嘅球员咧好快就出场啦。今场嘅主角嗱，波利对住罗马，我系伍家谦，大家好啊吓。咁啊，今日同我一齐主持节目嘅拍档就系 Keyman 啦。喂，家谦，你预备好未先？我哋今日咧应该有场好精彩嘅比赛咧，系会上演嘅。分去右翼度。 高林整脚直线出界界外球啊，嚟到个靓嘅位置啦，截咗啲球波啦，防守球员真系好够警觉性啊！何西卡利祖攞到波。 迪斯高俾嗰脚唔够靓啊，嘥咗个机会啦。何西卡利祖、马治高、迪斯高、阿伦卢里奥、阿伦尝试紧突破防线。嗱，波里又立翻个波啦。 阿伦攞翻个波，好明显要判罚球噶啦，呢球波过唔到啦。 高列巴尼向前长传，恩斯治尼仲继续推紧啊！到底会点呢？高波传中挡住咗，阿伦卢里奥直接长传。 阿伦努里奥助阵奴费路向前传出，干拿隆斯两边都追住个波啊！干拿隆斯、高拉洛夫。 睇下边个队友可以接应，入波啦！迪斯高做得好好啊，好快咧就飞埋去个波度啊！咁呢个波你后防顶唔住咧，咪唯有执翻个波出嚟开波咯。僵局打破咗，而家比数系1-0。你睇下啲球迷对呢球波嘅反应。哦，我听到啦，佢哋话想要多球啊！踢咗出嚟啦，好脚法喎！ 界外球，呢个波啊掟得差啦，咁容易啊俾咗个波人哋嘅。卡尼祖挡住咗球波，攞到个界外球。卡尼祖向前传出，好，而家一个传球，浪高个波。 波向前传，传咗过去，呢个球员啊一啲都唔怕挑战嘅。呢个直线靓啊，恩斯治尼，机会嚟啦！呢球点啊？差少少就有个超级金球出现啦，搏晒命噶啦，不过射门嘅角度啊真系争少少。 波飞咗出嚟，边度会追到先？诶，差咗些少。
哇，好跳得啊！入波啦！都預咗呢隊波係唔會咁易認輸噶啦，啊，果然冇錯，傳得靚啊，嗨一嗨就入啦。嗱，佢頂呢個波嘅時候咧，佢夠曬果斷啦，結果咧對手唔夠佢爭。嗱，波里再次追平比數。哎呀，呢頭入波，嗰頭又俾人追平啦，又要重新嚟過啦。高空傳球，恩斯戰尼。干拿隆斯犯了規了，我想球證之前都講得很清楚的了，那次竟然是最後機會的了，我想他現在都會少少心心的了，因為還有一段時間要踢的，球證實會看實他。鹹石恩斯治尼拿到球了，法斯奧向前大腳一斬，寧斯高試下握埋去啦。高列巴尼界外球，身形占优啊！到底边个会攞到呢个波咧？真系好波啊！俾佢捉晒路啊！岩石好快咁向前传，球证结束上半场啦，睇完四十五分钟啦，有咩睇法先？呢场波对啲观众嚟讲咧，几有睇头噶啦。不过教练咧应该会要求佢哋咧有翻多啲组织性，控制住比赛节奏咯。两队喺头四十五分钟咧都仲系咬住咬住啊，比数而家系1-1，瞄住个前场嚟斩啊！高林搶翻個波翻嚟啦！呢個攻勢冇乜效啊！球證吹雞犯規啊！守門員真係驚都唔使驚啦！咁遠距離嘅罰球，你未起腳射，我都知道你唔入啦。恩斯治尼，鹹石，想要個波，個波又嚟唔到。呢個似犯規喎！啊，係啦，球證吹咗啦。龙门嘅马洛拿斯好够警觉性啊！坐真奴传去侧翼，高林大外球啦！呢下睇嚟似犯规，系啦，冇错啦，球证吹鸡啦。马洛拿斯在这一下犯规之前啊，竟已收过一次口头警告噶啦。可能他之前以为自己同个球证好 friend 嘅，啊，终于知道唔系啦，最后警告啦，若果嚟紧咧再犯规啦，随时攞牌。早啲传啦，下次俾波嗰个距离咧就要把握得再好啲。坐真奴飞身铲波向前场嘅传出，个波而家喺迪斯高度，迪斯高结果就系冇结果啦。呢脚直线一下趟穿晒，荷西卡利祖传波入禁区，可以去庆祝啦，搞掂呢个波入咗。
頂得唔錯喎，不過最抵讚啊，都係俾嗰下。嗱，頂頭槌呢啲嘢咧，唔係就係話鬥高嘅，最緊要就係跳起嗰下嘅時機啊，爭少少就好大分別噶啦。呢個波咪頂得靚。拿波里入球領先。鹹石一個靚波。干拿龙斯个波踢翻去安全地带先，身形占优啊！好，而家一个传球。马洛拿斯冲紧埋嚟啦，个波出咗界，界外球啊！后备席啊有动静喎，睇嚟啊换人啦。突破咗左路啦，睇下可唔可以好好利用呢次机会。接得好啊，攞到角球啊！奴皮利斯踢走个波，恩斯治尼拿波里攞到个罚球啦，試下頂埋佢啦！呢球入咗，今場波唔使踢啦。差啲俾人拋嚟啊！好彩佢守到呢球波啫。迪斯高，尼恩哥蘭立快個波，呢個直線靚啊！呢球真係可惜。咁靚嘅比波，嘥咗真係可惜啊！岩石个波向前传，起到脚啦！我翻后防冇乜压力啦，所以可以压前啲啦。不过一失咗波就有呢啲危险啦。马治奥整脚直线，叫做暂时解除威胁啦。佢讲咗句对唔住，下次又会俾好啲啦。呢球波挡得好啊！一下铲波，恩斯治尼传得好靓啊！恩斯治尼传埋去中路，呢球波点追啊？球正吹停，吹翻转头啊，俾翻张黄牌。幾有心思喎，不過實行我都冇用啦。何西卡利祖攞到波，高拉洛夫咁就送個罰球俾人。只係差些少，不過
入就係唔入。佢係咪一時之間腦袋一片空白咧？喂，呢個波點會自己射㗎？梗係俾人啦。有料到喎！今日佢係成個 man of the match 咁㗎啦。頭先球波爭啲入啊，截得好。恩斯治尼攞到波啦，班奴皮利斯传到前场啦，试下握埋去啦，有机会，保越位，呢球劲啊，不过龙门冇瞌眼瞓啊吓，嗱防守球员有机会解围啦，起脚。这个是最后一球，拿波里扭转败局，克服了一个非常困难的情况。刚才这一场波你有没有什么意见的吗？拿波里他们的目标就很鲜明的了，当然最后要拿冠军，但今天这场打比战就不是得三分那么简单，他们除了是要赢波之外，还是要为面子而战。好多谢 Keyman 陪足我们整场波球迷。